哎呦，两位里面坐啊。哎，趁热吃。邢医生有啥事儿叫我啊。谢谢。怎么点这么多呀？这吃不完啊。这么久没来了，每样都尝尝。来。可是我吃这些。好，多尝尝。我想吃那个，帮我夹一个。尝尝这个。今天天气好好啊，小飞，我们去露营吧。后天就出发，一起去看红叶。嗯。几点出发？马上，余哲成给我取车去了。到哪儿了？啊？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车还在车行，检修的时候发动机有问题，提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，现在就下单租车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办法。嗯，干杯。小飞，嗯，没能去露营，会不会失望？当然不会了，露营就只是一种氛围，看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帐篷里有你。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就足够幸福了。小飞，嫁给我吧。你怎么去个卫生间去了这么久啊？啊，接了个电话，没事儿。怎么突然带我来这么正式的地方？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啊，你们好，打扰一下，先生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
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谢谢。行知识，我觉得现在我特别感动，有什么事情就赶快跟我说吧。赶快给我戴上吧。你确定要求婚了吗？你觉得你能给他一个圆满的婚姻生活？你自己现在什么状态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装得了一时，装得了一辈子。去吧，邢芝芝，去求婚吧，拉着秦小斐一起，直到有一天他认清现实。赶快戴上吧。小斐，我们分手吧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这个时候不适合开玩笑。我认真的。上次治疗之后，我有了很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。可能没办法缓解了。你要是说这个的话，我可不认可。而且你会好的呀。如果不会呢？肯定会，你别吓唬自己行吗？如果真的不会呢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一辈子可能都听不懂你的谎言，再也感受不到你的爱了。也没办法再爱你了，这对你不公平。不在乎。你现在可以不在乎，甚至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一年、两年都可以。可时间久了呢？你真的可以吗？你真的能和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在一起？说我可以。看到了吗？现在就是最真实的我，我感受不到你的情绪，更感受不到自己的。我不理解了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比谁都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。我很努力的和你一起去尝试。我说怎么调了这么半天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好，我看看你调了什么。你看这个。这个是复古风，我特别喜欢这种成套成套的家具，因为我感觉很温馨，很有家的样子。啊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智能家居。哦，生日快乐！你说我的这个愿望会实现吗？愿望说出来不灵了，开玩笑。可结果。每一次尝试都会告诉我。
真的很努力，想给你一个最完美的求婚仪式。可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我就是那个最不完美的缺憾。对不起，小飞，我可能不能再爱你了。我不能让你的未来一辈子和一个麻木的丈夫度过，对不起。小飞，我希望你幸福，我希望你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，没有遗憾，这才是我现在该为你做的事。家具，因为我感觉很温馨，很有家的样子啊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智能家居。智能家居的话，就是科技感比较好。这个哦，这个可爱。他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呢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肯定能照顾他。真是，他现在的状况就是有。秦真是，是我，就是你能不能别跟我分手？我们和好吧，行吗？喂，啊，你别跟我分手，你说话呀，喂。他哎，来喝口水。你慢点，来睡觉啊，不想那些。你现在什么样，你哪怕以后一直这样都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嫌弃你，我不是你最爱的秦斐吗？怎么办啊？算了，随他去吧。
你刚才说去苏曼是为了找小佳。之前和我一起在苏曼的医生凯文给我发了邮件，说小佳可能还活着，在苏曼，我想去找她。那她在哪儿你知道吗？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你去苏曼没有找到小佳，那怎么办？总得试试。那去多久？还不知道。请制止。那我该不该等你呢？你知道的，如果你说让我等你的话，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。小飞，别等我了，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结束了，我们就彻底结束。现在是下午时间6点，距离今天结束还有6个小时。以男朋友的身份，最后再陪我到今天结束吧。喝这么少，真行！哎，服务员，你好，你再给我来两瓶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喝太多了。你管我！我已经很久没人管了，偶尔管管也不赖。15-15-10，15-15-10。行，志志，咱们也像他们那样划拳，谁输了谁喝酒。来，我不会啊，真没劲。回家吧，太晚了，不安全。老早就想回家了吧？知道了，走走走。买单。好了。哎，这儿真好啊，一点也没变，还是这么漂亮。晴之止，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哪儿吗？就是这儿。等到我后来长大了一点，有了属于少女的浪漫幻想，我幻想的场景还是这儿。今天我幻想的地方成了现实。妈，太危险了。这么浪漫的气氛，你能不能别说这些煞风景的话？妈，行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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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下。手抬起，这样还差不多。苏曼的星星是什么样的？
大部分的时候，跟现在差不多吧。偶尔有几天天气极好，晚上就能有很多很多的星星，很亮，就像银河洒下来一样。真美好，你说的我都想去看看。那里冬天冷，夏天热，你会不适应的。行之止。 说好了要好好道个别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啊！以后出门的时候带件衣服，尤其是秋冬，把膝盖保护好，还有以前腰伤的位置注意保暖，别着凉了。如果时间久了不注意，老了以后会落下病根的。 6个小时，现在时间马上到了。行之止，我今天晚上特别开心。如果说给你这个男朋友打个分，我就打99分，还差1分。哎，你那会儿说求婚给我准备的戒指你戴了吗？没有。行吧，挺可惜的。本来还想着。 当做礼物纪念，那剩下这一分，就留一个吻送给你吧。Into my dream, my love, stay with me. 小胖子，尽量再借我，等到12点就走吧。